这个你应该知道，他牺牲的值。今天这一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了。这是你的国家，等我们把侵略者赶出去之后，我们大家随时欢迎你回来。安娜，我们应该感谢你，你给我们带来的资料，这对我们反抗日本人的侵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不应该谢我，应该谢谢这一路上为了保护我们而牺牲的人，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住了这么重要的资料。文龙之前他说过想留在东北，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。不用了，这一路文龙哥已经很累了，就让他好好安歇吧。好，安娜，刚才在来之前我接到了一份电报，从苏联发过来的。发电报的人是你的父亲，他让我转告你，回苏联或者留在你的祖国，你可以自己做选择。我选择留下。李伯伯，这条路我们走得太不容易，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保护我而牺牲了性命，我应该带着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留下来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，把这条路走下去。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跟着你们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。李伯伯，您看我能行吗？安娜，你们都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磨练出来的战士，有着忠诚的信仰，坚定的信念。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安娜，如果留下来，你想去哪儿？延安，我想去延安。那里是革命圣地，是无数有志青年向往的地方。文龙哥之前也跟我说过，那里是他最想去的地方，我得去替他完成这个心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正好今天晚上我们要送一批进步青年去延安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。好。哦，火车是晚上七点的，如果去的话要抓紧时间。我现在就可以登山。保重，朱如姐。好好的。Thank you.
同志们。命真大，医生都跟我说了，离心脏就差一点儿。我可不能死，跟小鬼子的账还没算呢。哎，你叫我们帮你，瞒了安娜。可是他现在真的走了，你心里面就能舍得吗？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。掌柜的，这一路走来，牺牲太大了，我们还没能好好将他们安葬。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自由而牺牲的。我相信后人会记住他们的。嗯，会的。青山处处埋忠骨，我们会记住，历史也会记住。阿龙，来，我们一起向烈士的忠魂行个你从日本人那里取得的资料非常珍贵，这份资料可以看出日本人准备全面开展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。这大好的河山想拱手于人，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答应。Thank you.
1937年7月7日夜，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由，强行进入宛平县搜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侵略者随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中国大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是我，文龙。啊，文龙，你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吧？报纸我看到了，估摸着您的电话也该来了。这场战争，小鬼子蓄谋已久，你这把钢丝该出鞘了。是。我给你安排了一个搭档，他对东北、对你都很了解。请掌柜的放心，日寇不出，绝不还价。